想对马来西亚说的一句话就是什么都可以吗？对着你说还是对着他说？要对马来西亚说的话应该不止一句吧。跟马来西亚告白还蛮害羞的耶。我爱马来西亚，因为马来西亚把我长得很美丽。希望未来的马来西亚会越来越更好，然后呢不要这么塞车，塞车情况可以改善那是最好的。无论我们生长在哪一个年代，我们要记得任何事情都是从现在开始，把自己做好。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非常有talent的国家，资源丰富，然后文化非常非常的有特色，把这两个东西做好了，这个特色弄好了，全世界人看到这个形象以后就会对马来西亚有很不同的印象。I miss you, I miss the people, I miss the food, I miss the vibe, I miss almost everything. 真的很想家。虽然我现在比较少在那边，但是我的心永远都会在那边吧。我觉得其实马来西亚的音乐真的，音乐人也真的非常的棒。很多时候大家都不知道，原来他们已经去到了很远的国外，代表着马来西亚去演出，所以我觉得感到非常的骄傲。应该要先说谢谢吧，就是生我养我育我的一个地方，所以要说谢谢。然后现在马来西亚算是有一个新的开始，然后60年了，希望马来西亚会越来越好。即将到来的61岁，要在那边跟马来西亚说生日快乐。Hey, hey, Lihanona Jao, Rasa Sayang Sayang Hey